来，新年又是4月27号啊，又到了我们的基隆市运动爱台湾的社区体适能的大家一起健康的运动的啊时间了。好，我们这里呢是基隆市政府承接的教育部体育署的运动爱台湾计划。那我这个部分呢，是我个人是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来承接社区体适能的部分。那今天由我们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的团队来针对这个健康体适能的部分来做一个社区，我们改变了过去呢，我必须要到县地。
或者是到这个社区来去做服务，然后去推展这个市民的工作。那我们透过了新的科技，透过网络直播，希望能够带给更广阔的、更多的、更多元化的一个训练。那今天呢，由我们的苗宇老师来掌声鼓励一下，为我们带来的呢是基础的优雅。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苗宇老师，让我们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呢，一起尽情的来享受运动，来建构我们的健康智能。来。Hello， 基隆的朋友们，我是苗宇老师。好，我要来介绍我的团队助教啊，也是一样来自海洋大学的韦泽，还有君佑。好，来，我们要准备跳今天的基础有氧，动作很慢，很简单。好，来，音乐。来，帮我带着愉快的心情，重点是要笑。要笑，笑容很重要。来吧。Hello， 的朋友们，我是苗宇老师，好，我要来介绍我的团队助教，他也是一样来自海洋大学的韦泽，还有君佑。好，来，我们要准备跳今天的基础有氧。好，来，来，大家准备很久了，好，来，先帮我踏步，来，右脚一、二。放松放松就可以了，像走路一样。像我很重要，来吧。右 ，and 右，右。好，来，我们踏并步，右边开始，一、二、一、二、一、二、一，手放松就可以了。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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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二、一、二、一、二，继续 ，and 一、二、一、二、一，好，来，准备踏并步，两边，右边走，一、二，再一次，一、二，换边，一、二、一、二，继续 ，and 一、and 一、二、一、二、一，好，来，加转手，一，拍手。拍 and 一，踏并步两步加转圈，拍手继续一、二、一、二，很好，再来一次，拍手二 and 一，很好二 and 一，动一下，再来二，继续 and 一，好，来，接下去继续再一，原地踏步放松。回去一样，原地踏步放松，再用力的踢，原地踏步放松，再来一次。有没有有一点流汗啊？有吗？同学有吗？还没有啊，继续一上二
好来原地侧点右脚左脚手固定就好了二一侧点啊点点继续走一二一二一二好来帮我出拳来右手推二一二一二一放松就可以了 and 二一二一二好来往上上二脚步不变手继续慢慢来上上上手在高过于心脏的时候心跳会往上哦 and 六七好来往下摸膝盖双手放下去 and 二一二一二再来走放松二一二一二好来原地踏步右脚踏棒耶、yeah, 笑一个再来一次走往上往下再一次上下侧点侧步 and 二上上 and 五六七八继续 and 一二三四五六好来麻花步右边右后右并来踏步左边 and 左后左并踏步再一次右边走右后右并踏步左边左后左并踏步继续走 and 右后右并脚步有一点复杂来左后左并踏再一次 and 右后右并左后左并再来再来右后右并踏好来帮我转转你的右边准备咯要转四个方向准备五六七右边 and 一二再转身后面很好再转身哎很棒很棒转回来了踏步哎有没有踏对啊有没有转对会不会很难会吗会不会不会哦好来再一次哦 and 手上哎呀棒哦五六右脚给我 V 字步再一次二 and 三加油 and 四再一次 and 五 and 六 and 七好来手帮我往前比 and 前面收回来前收前哎收 and 前继续哦 and 一再来 and 二来继续哦三准备要转方向再一次右边走一后面 N2 再来 N3 很好再来一次右边走 N1 再来二会右边的要挑战左边然后准备左脚帮我出来来踏步一 V 字步 N2 很棒再来三继续继续四左右脑的协调有没有好一点啦 N7八好来刚刚是七现在是爱心送回来爱心爱心苗语最爱你了 M
加油走 N 一，再来二 N 三，好来帮我转方向，转你的左边走 N 转，后面后很好，来右边，回来中间，好来再继续中间，再来再来 N 再来哦，再转一次你的左边左后右前，好来帮我踏步踏右脚，好来脚打开踏步，然后踏步踏步，来脚帮我后勾，右脚左脚右左右左右，好来后勾继续帮我感觉踢到屁股上半身，不要摇来摇去，二五六，继续，二三四五六七，我在看你哦，来帮我比个耶，笑一下，运动会很开心。好，来手准备往上，二一哈，啊没声音啊，再一次走一哈，哎没声音不行，再一次一哈，哎呀哎呀哎呀，再来走 N 一哈。哎，越来越棒了，继续再来一哈！哎，越大声代表你肺活量越好，哎一哈！哎呀，老师吓到了 ，and 一哈！好了，最后一个哈就好了 ，and 走一哈！好来，原地踏步踏右脚 ，and 右脚，走往上三呼吸。哎呀，总共运动几分钟了？几分钟了？才十二分钟哦，有没有流汗啊？没有流汗的，下课来找老师哈。继续来，右脚前点，左脚前点，右左正前方，很轻松的蜻蜓点水，继续走脚掌 ，and 二三四五，好，不知道脚在哪里的，帮我用手比你的脚 ，and 下二三四五六七，好，来手叉腰 ，and 一左右。左右左，好来右脚帮我连续踩 N 一二三四五六七踏步 N 放松，准备换左脚来开始走 N 一二三四五六七踏步，棒五六，再一次右脚二三四五六七踏步，等一下还有左脚哦，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很棒，手再往上，上下上，好来咯，上好来，手感觉帮我推东西，旁边上上下上，好来背打起来，头看上面啊，记得呼吸啊，呼吸很重要，没有呼吸老师也不能帮你叫119了啦，哎上下上下，好来右脚帮我点八下 ，and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踏步放松，准备帮我换左脚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很棒，再来一次，五六七八下 ，and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放松，再来左脚走 ，and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八下改成四下喽，五六四下上 ，and 一二三四踏步，换脚 ，and 一二三四踏步，再来一次 ，up and 一二，换边换边，一二三四，棒棒，再来再来，一二三四，我要听到你们的声音。哎，我听到了，真的听到了，一二三，哎呀，好大声哦！继续，哎，很棒，来帮我测点，测点，测，测，啊，肚子要收吼，要收腰吼，肚子吸好，核心也很重要啦。N 四，踮脚就好了，比爱心到前面，前面，二，结果爱心都不是给我，都是给我旁边的帅哥。七八七四 N 一二三四五六，好来帮我点左脚出去，左脚二三四五六
七，换边右脚走 N 一、二、三、四、五，棒哦！七，再来一次，换边右，二、三、八下，五、六、七，最后八下来 N 一、二、三、四，等一下帮我改字，下手往上四、六、七，上奏 N 一、二、三、四，换边了，一、二、三，老师都流汗的 N 一、二、三，最后四次一、二、三，来抬膝上 N， 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好，来，我们二十分钟到了，所以可能会比借一点点。好，来继续走 N 一、二、稍微稍微往上抬，来手二。好像在跳街舞啊 ，N 一、二，表情动作可以多一点，四、五、六、七，好，来往你右边转，再往后转，啊，再往左转，啊，继续啊，继续转啊，转啊，继续转起来，哎呀，后面好可爱，哎呀，好，来踏步 ，N 踏，右脚踏。右脚，右脚，右脚踏，继续踏，踏步，踏步。你们要休息吗？啊，等这个动作完再让你们休息好了。啊，继续右脚踏步。哦、啊，等一下，右脚帮我往上抬，的设置企鹅，企鹅，企鹅。啊，继续企鹅，我是企鹅，好可爱。继续走，哎，上，二。啊，记得深呼吸，吐气，呼气，呼气，呼气。企鹅要移动来左边。后面再继续转，哎呀，很棒！再来继续转，可爱的 ，N 二三四五六，好像有人要没力的，来踏步右脚。N 放松，再来一次往上深呼吸，好，来放松下，还有第三次哦 ，N 上去做 ，N 上。再一次企鹅，这次把手弯起来，企鹅生气了，因为没有人帮他掌声鼓励，是不是？继续踏，哎，有人掌声的，流汗，痛、哦。好嘞，再来了，企鹅右脚再抬起来上，企鹅的脚感觉碰到手，不是手碰到脚哦，不是这样哦，不是这样哦，是手定住脚往上抬，很轻松。二一。二，好，来，企鹅要往前走咯 ，and 走一步啊，两步啊，三步啊，四步往后走一步啊，两步啊，三步啊，四步，上，二，三，四，哎呀，五，六，七，八，再往前一，二，三，来了来了，走开走开，一，二，三，四，再往来一，二，三，来往后退啊，走开。N 六 ，N 七，原地最后十、九、八、七，没声音，没声音，五、四、三、二、一，好，来，手打开，继续踏步，右脚踏 ，N 踏，踏，好，来，我们先要训练单脚平衡哦，右脚哦，右脚，右脚，右脚，加油 ，N 五、六、五、六，右脚单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放松。一、二、三、四、五、六，再放松，手不能掉下来，手往上撑。好，来换左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再踏步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再继续，一、二、五、五、六，最好不要放在地板上哦。九、十、十一，再踏步，再来换左脚，哎，一、二、三，哎呀，我要跌倒了，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二，来踏步踏，手酸了吗？
企鹅会振臂来往上上，上手肘不掉吼，哎上，哎上，继续，继续手上，再上受不了了，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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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脚一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踏步。我知道应该要来擦个汗，喝个水哈。那我们休息一个三分钟，让你喝水、上厕所、擦汗。耶、yeah, ，等等见。OK， 那我们现在让我们的老师稍微休息一下啊、喝口水。那如果你在线上有跟着我们一起律动的话，那你也要适时的补充水分。那当然啦，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很口渴，也不要一下子把水喝得太多啊，稍微喘口气，调节一下你的呼吸。然后呢，我们来一起喝个水，喘一下，休息一下。啊、我们这一段呢，大家还可以吗？还可以跟得上节奏吗？好，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基础的有氧课程。那我想我们从运动就是从现在这个地方来开始。那在这个过程休息的时间，我顺便也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社区体适能的部分。那我们社区体适能在教育部体育署的规划里面呢，大概呢分为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呢叫做呢社区课程，一种是社区的检测的部分，一种是社区介入的部分。那在检测的部分呢，我们也分为两个年龄层，一个呢是23岁到64岁，一个是65岁的两个族群。那我们希望呢，教育部体育署希望透过两个族群的不同的适能的检测，来掌握国民的健康。那这个部分呢，如果在基隆市的部分啊，我们的常设检测站呢是设在我们海洋大学的操场啊，只要在平日的晚上，在我们海洋大学的操场。我们都可以为你做检测的服务。那检测的内容呢，做在这个23岁到64岁的这个部分。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会先帮你量一下你的血压，然后再来量一下你的身高体重，去测定你的身体质量指数，还有你的腰围跟臀围，还有我们所熟悉所知道的一个坐姿体前弯，还有这个三分钟登阶，那还有一分钟仰卧起坐等等的项目，那来掌握你的健康。那在至于在乐龄的部分呢，就是在65岁以上的检测的项目就是比较多，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乐龄的长者们呢，他们的身体活动的状态当中呢，他们可能不太适合不太适合比较激烈的检测活动。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大概就测的它的这个功能性的部分功能性的部分。那相关的这整个功能性的检测的项目非常繁多，包含呢起立蹲下的部分，或者是二头肌弯曲的部分或者是呢手臂双手交叉摸背的这个柔软度的部分大部分大概有这些项目。我想时间上面大家喘口气够了吗？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直播人数，看看大家是不是有持续在继续在这个地方为我们在努力喝口水。我们继续单位继续要开始。好，看看大家是不是有持续在继续在这个地方。目前直播人数63人我想这个可能大家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在跳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持续的活动这样子30分钟其实是很疲劳的了哈。那我们呢不用急，我们拖一点时间，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聊聊天，大家可以打个字我们来聊聊一下。李苗宇老师，苗宇老师呢，他其实本身呢对这个有氧运动非常执着，同时呢。还有一个特点，因为这个活动是我们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我是海洋大学 的体育室的老师。那苗宇呢，也是目前是我们呢海洋大学海洋观光系的学生。那他不只是一个学生的身份之外他在这个有氧运动的部分也非常执着往这个专业化的迈进，也希望大家给他一点鼓励。那在这个教育部的这个
运动爱台湾的系列活动里面呢、啊，我们基隆市政府啊，近年来啊，尤其在教育处体健科啊，整合了呢体育署给的相关资源啊，不是只有在针对这个区块在做啊，我们把资源做了一些调整跟分配，在教育处的部分，除了我们体育会，还有我们几个在基隆市的大学，包括我们海洋大学之外，还有经国技术学院，以及呢崇佑呢。啊，影音科技大学，其实我们在大学端呢，我们在基隆在地的这个区域呢，都有加入在这个运动爱台湾的系列。哦，在教育处的体健科的这个主导之下，跟统筹规划之下，那我们有各个不同的属性，我们期望是照顾到不同族群、不同阶段、不同年龄的，有包含女性的啦、银发族的啦，哦，或是年轻的啦，哈、哦，这个我们的活动啊都非常多元。那在我们的基隆的这个运动爱台湾的资讯平台里面，我们教育处有这个平台啊，上面会有相关的资讯啊，各个单位所主办的活动呢，都会在上面公告出来，哦，也给各位做一个参考，也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把我们的时间呢交给呢苗宇老师。嗨，大家，我又回来了。好了，人数赶快跟着我回来好不好？不要老是休息，然后你们也偷去吃饼干。尤其是我要表演的啊，我可以顺便广告一下吗？我明天我有我的小孩子要在东岸停车场楼上的 E Square 快闪哦，我也会直播，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看。好，目前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会想问我在哪里有教学，对，目前在海洋大学里面也有，还有窝菌，就是基隆新一店的窝菌，可是是拉丁有氧，然后之后这一系列的课程也会带到，还有爱丽丝健身房、运动改变空间，还有基隆救国团，还有乐工作室等等。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再让你们喘一下。好，刚刚有流汗吗？有流汗的帮我举个手。哦，有哎、欸，我刚刚看到我前面都举手了，要摸着你的良心哦。好，有人举双手哎、欸，我这样会太害羞。好，哎、啊，有没有喝水喝多？有没有多喝水啊？要喝1000cc 哈，等一下我的课至少要帮我喝1000cc， 没有喝1000cc 的，一样下课来找苗宇老师哈。好，那我们要接下去运动了，好不好？好不好？好哈，还有体力哈，还有体力吗？有哈，有吗？有哈，年轻就是不一样哦，哪像我，我老了，没有啦。我等一下完了，等一下我们很多同学会呛我，很多姐姐都会呛我。哎呀，没有啦，好啦，汗都擦干了哈。会不会有很多盐巴、啊？好啦，准备喽！等一下帮我洗，等一下运动完就可以去洗澡，身心舒畅，然后再去吃个饭，好棒！来喽，准备喽！好啦，一样帮我带着愉快的心情就可以了。准备喽！等一下帮我洗，等一下来音乐开始，然后再去吃个饭。好，来，一样，我们这次的音乐有稍微快一点，刚刚是 128ppm， 现在是 130ppm。 好，来跟跟看，一样慢慢踏右脚，哎，右脚，二，继续踏步哦，再一次来踏。好，来，第二回的动作可以帮我加大咯。好，来，一样侧并步，右脚，哎，左，右，左，右，左，好，来，有氧舞蹈或运动都还是有自己的特色，只要整个自己都可以放松就好。重要的是要笑，耶、yeah ！来搓一下脸颊，笑很重要啊，脸臭臭不好看呢、欸。1 2 1 2 1 2，继续 and 握拳，2 2 2，加油！
边开始，哎，放松，走，再一次踏，耶，继续继续，再一次走一 ，and 二 ，and 一，好，来，等一下，帮我加个小跳动 ，and 一二三，嘿，嘿，哎呀，跳起来，跳起来，哎，再来跳高一点。哎，离开地球表面，哎，跳起来，跳起来哟、哦！不会地震的啦，放心进去。一，我相信有几千个人跟着跳，不会地震啊，台湾没那么容易倒。And down， 再一次 ，and 嘿 ，and 一，嘿二，嘿一，嘿二，好，来放松踏步，右脚一样借给我。好，来，右脚踏，踏，踏，踏。开点开点一一一，好，来双脚一起踩踏点踏 ，and 二三像跑步四五六七八再来 ，and 一二三四五六七，好，来我们转我们的左边，左边左边，看到我的脚吗？一定要踩到肚脐以上哦，一二。一二一二，准备加快 ！and 一二一二一，跑起来，加油加油，手动起来，动一下，甩一下汗，你的脂肪，你的肥肉，被我抓到你在吃麦当劳哦。五六七，慢的走，一二踏踏，哎，很好。六，走的幅度可以大一点。二一。二五六七，回中间放松。刚刚那个动作，如果真的认真做，会很累哦。好，来帮我转左边，45度。哎，五六，好，来左脚帮我抬起来。哎，一二一二一二，手势帮我像跑马拉松的手。哎，二一二。一、二、一、三，再一次，再上，二、一、二，再让你熟悉一下，等一下加快，才不会出错啊！继续 ，and 一、二、一、二，好，来准备加快 ，and 一、二、一、二，跑起来，跑跑，走走走走走，来加快，一、二、一、二，好累，马拉松就是这样跑的。三四五六，慢的 ，and 一二一二，放松一二一二，继续 ，and 一二一二，好，来慢慢踏回中间踏步，右脚来，继续哦，手往上，放下。再一次 ，and 上，松，好，来手都帮我用力哦 ，and up， 松，上，收好，来训练一下上肢的肌力哦，手肘都帮我往上，往上抬，上，好，蹬鼻呀，五六七，脚打开，二一二，上，二上，继续走 ，and 一二，有没有酸酸的啦？你的蝴蝶袖腰感觉酸酸呢，继续走，加快，一二一二，好累，一二一二，我要听到你的声音，走，射飞镖，加油，一二，还有还有，三十下，二一二一二，哎，不要偷懒，我知道，我都有在看你们哦，一二。四三二，手没有放下，哎下，没有放下上，哎呀下，哎蝴蝶袖就是这样瘦的啦，真的啦，哎下，我好像在推销哦，上去继续走，哎下，哎上，好来，在胸旁，头顶，再一次胸旁，重要的是手肘架高，手肘架高没有垂下来上，哎下，继续踏步呢。二五六往上，一二上上，
感受一下，回家不用煮饭啊，姐姐们也不用打扫了，老公通通帮你包起来。五六，加快，一二，还没声音，再一次，一二，一二，继续，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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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来，上 n 下 n 上 n 一二一二，继续 n 一。下，最后，好，来手放下，捶一下，啊，好累，用力捶，用力捶，用力捶啊，捶一下，放松手，手放松 ，and 一，二，一，二，好，来脚慢慢帮我围开，好，来，膝盖走你脚尖的方向，好，膝盖走脚尖的方向，不要给我内八，也不要给我这么外八，好，来。开到你适合的、舒适的位置，好，来帮我围蹲，内侧会酸酸的，来继续踏步，踏，踏，踏起来，加油加油，踏起来 ，and 右右右右右，围蹲围蹲啊，好，来帮我敲鼓 ，and 一、二，加油加油，跳起来，敲鼓敲鼓打鼓，打打，加油加油，手握拳。好，来了，我们要做手扶梯下去咯，下去蹲上来，哎，下去呢，我在看你们哦，同学有做到吗？他感觉好累哦，他另外一边呢，他感觉好正常哦，加油，我们要做十个下去，这是第一个，再来二七，第三个三 and 七，再来 and 四N 七，还有几个啊？还有几个？还有几个？哎呀，都没有在认真上课，我要生气气喽！还有七个 ，N 三，起来，还有两个 ，N 起来，还有一个，起来，哎呀，累了，手继续，手架高。继续，手臂手臂上防护罩，一起双手，双手皮上上上上上，开跳一下，五六，再十个，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踏步，哎呀，真的，有没有流汗？流汗，老师的汗水在这边，好热，扇扇风，一样，再来一次哦，下，五六七，动，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最后四二三四。放松右边，加油加油，放松放松，好，来往前走散步 ，and 右，并 and 左 ，and 右，点 and 左，再一次走 and 右，点 and 左 ，and 右。点 and 说，好，来，我现在要请现场的，哎，不是现场，各位在看影片的姐姐们，周围附近有没有水壶或者是任何东西有重量的？有吗？有吗？水壶啊，包包都可以啊。水壶跟包包，好，我给你十秒，我继续卡哦。水壶、包包，快点，水壶、包包，啊，最后十，水壶、包包，九。水壶包包七 ，and 六 ，and 五 ，and 四 ，and 三 ，and 二 ，and 一，好，来拿到水壶，水壶变出来了。这个节目有没有很精彩？不但跳舞，又有魔术可以看，真的是一举两得哈。好，来，水壶帮我拿。
号，一样帮我踏步，一样踏步就可以了。我们手肘转侧面看，我们往上抬，手臂帮我关起来，转正面，手臂都在你的胸部正旁边，继续走 and 踏。二一，好，来帮我，我们转身就好了，你们原地不动。好，来，让你们看一下正确的姿势哦。继续来脚，继续帮我用力踏步。好，来，手往下 ，and 下 ，and 上，手肘不掉下，继续 and 上，再来手 and 下 ，and 上，哎呀，继续 and 下 ，OK 吗？再来一次手 and 下。And 上，我们要转回正面喽，面对你们喽。好，来准备，帮我侧并步。二，一，二，手水壶不要掉下去哦，也不要拿水壶砸我。二，一，二，一，二，总共要做30下哦。一，二，三，四，五，六。你的肱二头肌会有一点酸酸的，是正常的，是五六七八，再来最后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没有放下手，往上抬，哎呀，抬起来一样。好，来，我们转我们的左边给你看，手肘一定都在耳朵的正后面，水壶在这。后脑勺。好，来，我来调整姿势哦。And 下，手肘在耳朵后面，起，很好。And 下，很好，就长这样，很棒，很棒。再一次走下，哎呀，起，再来一次手肘固定下 ，And 起。再来走 ，and 下 ，and 起，很好 ，and 下 ，and 起，好，来转到正面下，起下，请再来 ，and 下，来头一样保持，帮我看前面下，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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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and 一，会很酸，平常没有在运动的，真的会酸，不酸。不酸一样来找老师吼，一上二，就算再酸再累也要笑，笑很重要哦。耶，继续走，快的，二三四五六七，蝴蝶袖就是这样瘦的。二三四五六，最后10下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来放下来。哎呀，手酸了齁。好，来让你放松，放松。好，来画圆圈，送出去，手肘架高，放松 and 上，转圈圈。好，来，我们转一下给你们看 and 一，转圈圈 and 二，手肘一样都架高 and 一，继续手肘架高，再来走 and 一 and 二 and 三。N 四 ，N 五，好，转到正面走 ，N 一，加快，站，好，来，微开，脚微开，加油，加油，继续走 ，N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再来 ，N 一，二，三，四，五，六，七，好，来，不动手，再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再来 ，and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收脚，好。不要以为只有外面哦，还有里面哦，不要打老师哦，真的不要打我，继续往内内内，要碰到内内哦，对，继续。好，来，我转侧面给你们看 ，and 二一，往内。往内，手肘架高，架起来，很好，不要偷懒，累了是不是？不累哈，继续 ，and 加油，很棒很棒，再来再来，真的，每个礼拜
跟我跳一下，手一定会瘦哈。继续上，肚子收好，头往上看，好来，默默的再转回中间，继续按，脚打开，二，继续，手抬高，三、四、五、六。好，脚不动，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老师在偷懒。N 三四五六，好，来踏步，水很方便，来，顺便很，水很重要，趁机偷懒哦，水就没有重量了，好，来放松。好，来左右转 ，N 一，二，一，二，手都在你的头前，这样子，继续 N 一，二，一，二，来手再架高一点，你的头在哪，水壶就在哪里，继续走，一，二，一，二，好来，我要准备加动作喽。按右边踏并两步走 ，N 一步，按两步换变一步，按两步没有想到拿水壶也可以跟着跳舞，继续啊摆头，耶、yeah ，再来，耶、yeah ，继续，下一个，再来走 ，N 一，二，三，手有感觉酸酸的吗？微酸吗？有吗？一，二，加油，一，酸不酸？还好，他继续了，真的还好啦。好，来玩一个，稍微做一下肌力，内侧，一样，帮我站好，深呼吸吐气，膝盖走你脚尖的方向，帮我原地 bounce。好，来，我们要感觉我们很会打篮球，把水壶当作自己的篮球。好，来慢动作，来，我先传我的右边，右后拿起来，左后拿起来，耶、yeah ，右后 ，N 起，换 N 左后，哎，有感觉吗？那侧酸酸的，拜托要帮我做，确实，再换边。好，来，我们今天轻松的目标二十下来，一 ，N 二。N 三没关系，膝盖不用全直四，真的累了。五、六、七、八，传水，传篮球。十、十一、十二、十三，还有七下。十四，再来。十五、十六，不行了吧？十七，还可以。十八，最后两下。十九、二十，放松脚踏步。你们不想再拿到手上的水壶了，有吗？还好吧，还好，还可以吗？还可以啊、哦。好，来，单手拿水壶，帮我举起你的左手，右手叉腰。好，来，单手，一样，手肘架起来九十度，往上，收，上，收。收，上，收，继续 ，N 一 ，N 二，手没有掉下来哦。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来加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好，来准备换边上 ，N 一下，二下，三下，笑一下，没声音，再来 ，N 继续，走，再来，加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好，来，我们把水壶放到
去了。我们做完有氧又做完肌力了，所以我们现在一样做有氧，把你所剩的能量把它消耗完。好，来了，跟着我缓慢的跳。好，来放松踏步，右脚准备要进入尾声咯。好，来放松胖虎，放松，我们要将近收尾声，要准备收操了，放松，轻松一点。好，来抽个肚子，还是一样可爱的收尾，二 and 三 and 四，继续 and 五 and 六，跳到尾声还是要帮我笑一下呢。六，右边两步一步啊，两步换边一步，两步再一次，很好。哎呀，还有谁啊？还有谁在前面在看的，还在跟着跳的呢？很棒，双手 ，and 踏并步，哎，继续，再来，放松啦，一 ，and 二 ，and 三，再来四，好来。收回来，手帮我举高，不要偷懒哦，撑到最后一分钟 ，and， 好来，手感觉再出圈，来呀。Yeah。右脚踏，好，来，身体放松下去，原背就好了，放松，继续踏步，来，慢慢起来，好，来，右脚勾，放松，手叉腰，勾，好，来，头可爱一点，一二一，好，来比个耶 pose， 耶耶，我们快下课了，有没有很开心啊？继续 ，and 一二，手往上，手滑下来，再一次手上，跳完变苗条了耶，棒！有没有觉得自己 S 曲线？有没有来帮我一起说？S 曲线，再一次，一二三，来！哎，有喂有喂，我觉得你们瘦了一寸了，没声音了，没声音就没有瘦哦。哎，最后一次，一二三，来！好，来，手往上，好，来，我要慢慢来收操喽，先手上，好，来，脚慢慢的站着，与肩同。
OK， 好，我们今天的有氧运动的直播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今天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运动，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可能每一个人所接触到的强度会不太一样。那如果在运动的结束之后，记得要补充水分，还有要充分的收操。刚刚苗宇老师已经有带领我们稍微做了一些轻量的收操，如果还有不足的话，你现在可以自己在家里再继续做一些伸展。那如果你对这样的一个有氧课程如果还有一些问题，或者有关于体适能问题，也欢迎在粉丝专页上面帮我们留言。那你的留言有关于这个健康体适能的部分，有关于有氧运动的部分，我们都会尽快为你做一个答复。那接下来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直播，好不好？谢谢各位。5月11号，下一次的直播时间是5月11号，一样是在星期六下午4点的时候。谢谢各位，拜拜。